三二一，请票结，来宾掌声鼓励。我们这个市长先邀请我们洗澡，九十几岁的洗澡，走一小段路好不好？大家赶紧，好，加哈，再点啊，爸爸，点啊，这是有意义。水来啊，吼，啊，拢会淹到桥啊，啊，住伫这边的人啊，吼，就会感觉讲很危险啦。啊，今麦嘞？今麦现在可能不会了啦，做得那么高了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感谢大家了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非常重要的这个桥梁，但是呢，本来桥哈已经要50年啊，不但老旧，而且足矮，而且哈佫有壁坑哈，真危险。啊，也因此去年底开始，为林家良市长开始哈，啊，就开始落预算要开始做。啊，因为开工这个月拄啊有啊九零。啊，所以咱都个继续个做哈，而且佫个追加预算，所以今日哈提早完工来通车。啊，这条桥呢，啊不但哈，桥面提悬哈，或者到水那较济时阵哈，啊袂去淹水，而且拓宽哈，本来一线道即马变做两线就路会当过车。第三点哈，啊因为咱要纪念讲咱第一代这个福国桥哈。啊，已经拆除啊，即马是第二代吼，更加好。所以咱号名叫做福国二桥。啊，咱特别所在这条桥会当这个做较快，啊做较好吼，啊做较紧吼，啊，让咱无方的这个民众会当足方便的吼。